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本期呢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，大家快看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什么？隆重登场，我纯手工制作的 DIY 巧克力哦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多丰富啊！有两层楼的小洋楼，还有一条飞龙在天的龙，还有看看，看这上面是什么呀？哎，来，我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处近一点给大家看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小洋楼在摇晃呢。这个是起司猫，哎呦，哦，还有小刺猬。这个呢是彩色的小象，还有一条非常忠实的看家狗，还有这个是马卡龙。哇，小熊猫、小兔子，哇，又差点倒了。好了，不多介绍了，我要开始吃啦！看，多可爱的小起司猫呀！嗯，白巧克力哦，牛奶味特别香浓。嗯，既好看又好吃。哼，还有看。我这五彩的小象，嗯，漂亮吧？嗯，又香又脆，这巧克力啊，彩色的，而且全部都是水果味呢。嗯嗯，大家听我嚼的声音，是不是觉得很脆啊？嗯。快看，多可爱的小刺猬！瞧我这手多巧啊，是不是活灵活现的呀？看身上的小刺儿，嘿，圆嘟嘟的，还有它可爱的小鼻子，嗯，嗯，哇，这绿绿啊是抹茶味儿，好吃极了，嗯，嗯。嗯，看，瞧我嘴馋的，一口下去给咬碎了。来，我们来尝尝这个小台球，哇、哦，哎呀，下不来了呢，嘿嘿，那我就直接吃了它。嗯，虽然吃相不太好看。但这东西啊，真的实在是太美味了，特别是自己做的，那吃的心情啊，真的不一样呢。做出来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，所以吃的特别带劲儿。哎呦，马卡龙实心的，我被我给咬开了。嗯，还有这房子，啊，嗯，嗯。简直太好吃了，不言而喻。巧克力的香味啊，感觉充满了我的整个房间，充满了我的整个身体，嗯，太享受了。嗯，我这房子呀，每一面墙和屋顶都可以吃哦。嘿，嗯，吃吧。嗯，嗯。嗯，果然自己做的东西就是好吃呀。最后呢，来，我来给大家看看，我要吃一下我们这个底座，这底座都可以吃呢。哎呀，嗯，抹茶味的巧克力，香甜美味，而且嚼在嘴里啊，特别的细腻，嗯，嚼着嚼着就化了。那我本期的创意巧克力就给大家吃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